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制造这些垃圾，平均一个人一天大概是0.94公斤的量，也就是说，一年一个人平均大概是342公斤的垃圾。所以台湾一年呢，平均制造出来的废弃物，大概相当于3座101大楼的体积。这么庞大的废弃物量，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处理方式，我们的生活很快就会被这些废弃物所淹没。